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遭开除党籍后，中共中央31日在宣布对前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、前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祭出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双开处分。18大后，已有超过20名省委常委落马。7月30日下午4点多，河北平山县沱梁风景区的缆车滑道突然破裂，载有乘客的缆车从高空坠下，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，10余人重伤，还有多名游客失踪。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前往美国参加会议，在机场入境时被捕，被控经济间谍、窃取贸易机密等罪名，同时被起诉的还有另外5人。中共统计局日前公布了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 CPI， 数据显示，中国28个省份6月 CPI 涨幅低于2%，显示居民消费水平处在低处。而投资、出口、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的3驾马车。从各项经济数据来看，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低迷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